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美美，现在我要来煮午餐哈。那今天我就是有准备，就是花枝就要炒芹菜嘛哈，还有一块五花肉了哈，要炒，然后再来就是家里的小白菜，采回来的剩下这一颗了哈。那我们就开始来弄了。首先呢，我们就先来炒芹菜炒花枝了哈。那我开始来准备了。那首先就是花枝嘛，我准备了一些花枝哈。那我是有稍微洗一洗的，我再洗一次就好了。好，再来就准备一些调味，大概就是蒜头，再加辣椒啊，就基本上这样就不错。那当然芹菜。芹菜记得在这边哈，我就买了一把回来哈，啊叶子已经被挑了，不是我挑的，这是买的时候就已经变这样子，那我就只要洗洗就可以了哈。那我开始来弄喽。先把花枝再洗一洗好了，洗干净一点。芹菜洗一下，芹菜切一切。然后花枝和芹菜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再来就可以开始煮了。我开火了，先把蒜头拍一拍，忘记。哦，顺便跟各位讲一下，因为我还有一些冷冻的胡萝卜哈，我想说刚好来配色刚好，我就拿一些出来用。不需要太多，只是算是点缀而已啦。调色用的，好，这样，再把这一块好像比较大的花枝，我先切一下。
用。好，现在就开始来煮了，真的，现在是真的。我把这蒜头和那个辣椒放下去哈，爆香一下。就可以把那个芹菜下去炒一炒。啊，今天放的芹菜有点多，不过没关系。